好的，各位观众朋友们，这次给大家带来的是 NGA 论坛林凯翔为大家制作的泰晤会卷昆仑镜 MOD。 这个 MOD 会在击败七个建筑之后才会启动，期间的小怪都是以前的 BOSS 可以掉落比较稀有的物品，版本号是 1.0， 卸载的时候要注意，必须使用卸载工具，如果直接删除 MOD 可能导致游戏存档出错。昆仑镜种的 BOSS 强度很高，和你自己的能力完全相同，死亡风险极大。目前作者的建议是让大家去挑战这个 MOD 里面的小怪，获取一些稀有的物品。至于安装方法，参考 NGACN 的泰晤会卷 MOD 区安装攻略。如果你很喜欢的话，请点赞、投币、转发、收藏。我是小新，欢迎关注我的泰晤会卷栏目。再见，我爱你们。需要帮助的话，请在下面留言，或者是搜索其他 UP 主的安装视频。这次的视频就到这里，非常感谢您的观看。